这个非常美丽的海景，超美，它颜色我非常非常喜欢。它这里可以冲浪，也可以就是玩水啊，看戏啊。现在只能看到复制品，对，复制品，三个脚印，配上这个完美的海景。我们现在要去骑骆驼，是乌鲁木这边比较特别的一个项目之一，骆驼。真的很可爱。